知唔知近排咧，日本有一个排核废水嘅嗰件事啊？你知唔支持呢个决定噶？因为我哋仲有其他海域嘅产品可以支持嘅。唔支持。唔支持。因为会影响海洋生态。你哋平时中唔中意食日本嘢噶？寿司、拉面，我都系。刺身啊，寿司嗰啲咯。寿司。我比较中意食寿司或者食拉面嗰啲。三文鱼，我都系三文鱼。知唔知近排咧，日本有一个排核废水嘅嗰件事？你知唔支持呢个决定啊？我有看過他們做的 research， 我就沒什麼所謂，因為我們還有其他海域的產品可以支持的。不是很擔心，因為他有問題那些好像不會排出來吧。但是核廢水不是只有問題的嗎？不支持。因為會影響海洋生態。他這樣排那個廢水下去海裡會不會對任何東西造成影響？這樣好咯，始終日本都是吃海鮮為主，你排啲廢嘢入去，大家吃到的都是啲冇咁好的東西。日本應該都多數吃魚生嗰邊啲人，可能會影響他哋嗰啲健康。啲遊客就會比較少會想去日本嗰啲餐廳吃嘢，即係點樣運啲魚去其他地方販賣，但係人係不知道的嘛，所以會潛咗呢個影響咯。真的倒了核廢水落海，你會不會決定不吃日本嘢呢？少吃咯，未去到不吃的階段。不會的，因為好吃。要會減低頻率去吃咯。不會，拉麵都可以吃啊。都可能不會。少啲食咯。係啊。我會照食熟食咯，除非真的很大件事咯，一新聞報曬咯。小道消息的話，我都不理，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。看其他 friend 啊嗰啲食唔食咯，如果佢哋再食嘅话，咪跟住咯；如果佢哋都唔食嘅话，我都唔会食。哦，即系睇 friend 中毒咗先。